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21首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棋世赛16强战的对局。刚才那盘棋呢，杨鼎新，这白应该是有优势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盘对局呢是，由谷子豪9段之黑对阵赵晨宇9段。赵晨宇，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位棋手吧。对，现在排名也是第十二。嗯，是的。其实他成绩也综合成绩也很好。是的。但是就是好几次在半决赛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不管国际比赛还是国内比赛都没有这个突破，没有。看来这个这下棋有的时候是。怎么说呢？除了这个技术啊，这个到家以外，修炼到家以外，对，心态，需要心态，还有需要一些，怎么说呢？我觉得前两天看棋，我总觉得那些就是特别厉害的人，像柯洁这样的，他总会有一些异乎常人的想法。对，就你的招法呢，不能让你的对手都预料到，对，你得让他出乎意料。是，我以前感觉跟李世石下的时候就感觉有这种感觉，他的棋真是一般。一般人下不着的。对，这是陈耀烨，陈耀烨也胖了一点，对对。对。好，我们回到棋局里面。对，是的。赵晨宇呢，他是99年出生的，非常年轻。其实他们俩也就相差一岁啊。赵晨宇跟谷子豪是98年的。但谷子豪确实是成绩很出色。对，是的。不过能下到他们这个程度也都不容易，顶尖。是的，没错。谷子豪最近的那个快棋就是下的简直是，盛气凌人。拿了3个冠军了，在他身上的经验，确实是，他那算的又准又快，然后敢下手，不容易。其实国内比赛杯赛也不少，今年，对，我印象中好像丁浩也拿了至少2个，谷子豪3个，柯洁好像也至少拿了2个。因为快棋它也是要从第一轮下棋，不是那种挑战赛制，这个就偶然性挺大的。其实，都被每一轮对手都不好下，对，都被他们几个瓜分了。我印象中，柯洁、谷子豪跟丁浩今年主要是国内比赛，看看这最后一个比赛谁能挺进这个。决赛吧，好的。好像他们前2轮是在北京下。你说哪个？啊，这个比赛就是大棋世杯，对，湾区杯是吧？大棋世赛。反正只要在北京的都是下面棋。大棋世，但是因为我们能想到的，你看天元名人，国手现在都有棋圣都有了。现在想出一个新的头衔，大棋世啊，看谁能成为大棋世，确实。大棋世。白棋守的这个单关角，脱先了。脱先了，这个一间家，是谷子豪家的。这谷子豪家的是吧？这个一间家呢，以前我记得好多定式啊，现在都有被淘汰的那个。脱以前脱，我记得是。把那个断了是吧？那白黑棋好像只要藏这个，好像说。然后说是什么尖一个还是什么飞的时候，飞的这个。尖这个黑棋而已。就这样。而且有个小尖。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好像是黑棋便宜了，然后白棋怎么立一个？如果立我就提掉，这样明显是黑棋好一点。你可能还要立一个补一个。对，这个角显然是没吃干净。这个外面太厚了，跟这个配合，所以这样的白棋是亏了一点。所以呢，因为这个变化呢，以前我记得是藏一个确实是明显不如这个，不如小尖一个。这样。这样他即便立了，以前的定式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断一下，然后也是立的可能。反正这个角肯定是没干净，毫无疑问，你得走一个才干净。反正呢，现在这个脱断呢，反正 AI 告诉我们这个是，尤其这边有配合的情况下呢，是黑棋好。脱断是黑棋好。反正我看的比较多都是跳起来的。对，现在都是跳的。对，现在都是反家。然后反家就是很有意思，脱先了，就不干，什么也不干了。脱先。也有。因为你加的紧的话，好像黑棋就逼过来了，气了。反正你这在这儿打定式不是什么好事儿。以前还有个飞，我记得。飞这边。对吧？也是一个老定，好像尖。压一个。压好像跳一个，这样也就是好像白棋也是稍亏。我是。
看来以前那个定式都已经被淘汰了。对，慢慢被淘汰了，所以他现在干脆，顾子豪跳也没跳，就直接就是脱先了，嗯，守了个角也可以。然后白棋压住，白棋压，哦，压，但是这个棋呢，就是白棋得必须再下了。如果占大场，不管你占什么大场啊，这地方被黑棋再唬住了，那这个黑棋棋形就太完整。嗯，这个好像效率有点高。对，这黑棋是便宜一点。是的。嗯，所以呢，它实在呢，要动出来。白棋长。嗯。黑棋接住。嗯。嗯。好长。嗯。白棋、黑棋拐，这都是容易理解的。嗯。单爬。这个棋本来正常的感觉，黑棋是接住嘛，比较厚实。嗯，然后白棋脱先吗？对，白棋应该是脱先了。嗯，对，白棋在这边守个守一个。嗯，这样吧，可能赵晨宇他觉得，顾子豪觉得这样的话呢，有点步调有点慢，落力后手。嗯，所以他实战也选择一个比较新颖的下法，就搬这个。搬一个。搬这个的话，确实是因为明显有冲了吃嘛，这个棋。是、啊。但是他就是。觉得呢，你冲了吃呢，这样他能抢一先手，嗯、不一定好，是吧？这个下法，嗯，也是正常嘛。白棋冲了吃、嗯，然后他再拐吃，拐打，对，这样你就不能再被我先手提了。这样的话，提的话呢，比刚才那样接了搬粘要好多了。嗯，对。所以白棋这手基本上要提这个了，然后黑棋就可以脱先了。对，就可以脱先了。嗯，嗯，这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就是要抢先手。他这个，因为我搬的时候呢，你不可能搬嘛，那我再接的话呢，那白棋肯定得硬啊，对白棋，要不然死了呗，白棋，对，还是先手黑棋，就真先手，所以实在呢，赵晨宇呢，他也针锋相对，单断这个，因为单断这个呢，你如果再接的话呢，那我明显就是提掉这个子以后呢，这个图呢，就比刚才呢，白棋冲了打了打那个图要好多了。这不能藏出去吗？啊，你说藏出去？嗯，藏出去转嘛、啊，就不知道。啊、可以，可以，也可以。即便是打掉也可以啊，藏掉也可以。嗯。所以这个断也只有两种下法，要不就吃，要不就实战这样藏。对，是的。嗯。你肯定不能接那个。嗯。对，这个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激战了。嗯。这可能顾子豪比较喜欢，对，其实很拿手，打吃也是一个下法，冲出来，嗯，提掉，那白棋长，一起尖出来，我看他能打吗？这棋打意义不大呀，或即便是打一个，你最反正最后对你还是得接，那等于相当于你这时候打进来了，那我可能往上了吧，那就查一个吧，这个图如何呢？这个图也还可以，好像黑棋。那看来这个搬一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变化。对，一种变化，在追求一种变化。实战藏进来。冲吃。然后藏一个。黑棋搬。然后黑棋搬这个。是这样。这就是要摁着白棋的头了，不让它乱动了，在这儿打了一下先。这个打呢，我看好像应该有一种从下面打的下法、啊，还能这样啊？爬，爬能搬吗？搬可以，你是可以，应该能把我吃掉。能吃掉是吧？对。我有点。不是你这样的话，你虽然能吃掉两个嘛，我可能把你拐死了。但是白棋好像可以这样弃子呢。打了，这样翻打。哦，原来是这样踢的，是吗？因为你如果这样踢的话呢，那我这样打一下很不舒服，就打了再接住，这样出头呢，比实战可能要好一些。你如果拐过来的话呢，同样还是可能形成一个转换。接上。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再拐。搬。拐吧。对，可能这得长嘛，不然被我搬过来。尝一下，交换一下，这样可能白棋还可以，局部，白棋还可以，对，这边毕竟我这边都是先手嘛，这个地方将来
我总觉得不太干净，什么斑了，什么有连斑之类的，就对，那将来总是有一些这个各种利用，有点味道哈。总的来说呢，白棘可能有这个打了耙的这个变化。实在呢，它可能稻城鱼可能也没有第一次下这个棋，我估计因为这个斑，我估计看它可能也没有容易想到，这老是给人家准备一刀的，他毫无防备。这个 对这个棋可能这个斑呢，可能赵春也没研究、啊，可能没研究过，没想过会搬这个。主要问题是不太容易往这儿想。反正实战这个定型呢是黑棋还可以。拐吃，拐打这白棋也不敢长了，长了被压两下，这还不随便就照死。对，飞一个。飞一个比较有想法，这个飞机跳，但是感觉飞好像也没什么便宜的，你就跟打了跳在这好像相比，因为它毕竟这样撑起来的话，你最后还是得靠这个打跟黑棋提交换差不多，还是这意思。白棋压一个，对，反正这个局部呢，作为黑棋来说呢，总是还可以的，两边都走着了，对。白棋这块还不是说很舒服，或者他自己下了一个第一块孤棋出来，等于甚至只有半只眼，这个下面。是的。飞。然后黑棋就跳，这一带好像明显是黑棋得分了。这个上来黑棋得分了。对，白棋中刀。对，觉得他可能应该打了耙，他可能。就刚才打扳的时候。搬这个的时候，是吗？黑棋搬的时候，黑棋搬这个的时候应该打了从底下爬，这些，就有的时候确实有些棋，你比如说以前的定式，刚才摆的那个定式，你要能把它全搞清楚，比如说我白棋我下一个飞，你是怎么下，你才能让人家这个飞变得是就是觉得让他吃亏了。这你要全搞清楚也不容易，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记忆力啊也是很重要。那很难，就是。你要这些变化全能记住也太厉害了。那我就说奇怪，他们怎么全能搞得清的？我就觉得。但是我看有些像曾真旭，他就明显感觉。他就能搞得清。他好像对这些要熟一点，对。是的。不管什么变化，感觉他都能下出一选来。对，这太强了。对，他的可能是。在这个 AI 时代，我觉得这个记忆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得好好练一下这个记忆力。记忆力好的，我觉得还真是占便宜，肯定是占优势，毫无疑问这个记忆力，对，像顾子豪这样，这个我觉得也属于那记忆力比较超群的。他那招肯定是平时都研究过的，这个班肯定是有研究的，他肯定是有研究过的，他专门使些冷门的招法，对，能想得到吗？这围棋确实变化太多了，是的，因为我完全记不清的。现在的棋跟以前就是，尤其前半盘完全是两回事，是要靠记的。对，夹住。这白棋显然是想对这个二尖高夹呢，这个 B 呢是一个常用的这个下法吧。因为下一手要往这地方拖嘛，下一手的，他果然就是，他是先靠压了一下，上靠啊，然后黑棋一长呢，他就脱脚。因为你黑棋来说，他逼的时候你走别的也太，你要不就顶一个，显得有点俗，可能被他那跳起跳一跳，他就轻。可能也不太舒服这棋，所以呢你也不能在这走，所以这夹也几乎是必然的。是的，没错。所以大家记住，这 B 对这个二尖高夹破这个空的时候 ，B 万一拖，这就是这高跳这个套招吧，脚上它会比较空虚，确实是。这一个不给利用，但是拖的时候好像还扳。搬这个也可以。搬这个的话，它是断的还是那个？对，是这个吗？搬的话呢，我可能是会打这个。这样的话，我打过来是不是比实战要好一点？接住。就把这个吃了。对，那我这样拐过来，我觉得
比实战常被搬砖了，可能黑棋要好一点。嗯，这个图会好一些，是吗？嗯。哦，我好像看到过有这个，我想想，它好像是单立的，对，我想起来了，是单立的。然后挡住的时候，它可以断一个。嗯，然后我长。哦，是长的是吧？那它是渡过吗？还是怎么下的呀？渡过是现在能行吗？渡过，我如果弯着一下再把你吃掉，我觉得好像不是太好嘛，看起来有点危险呀。是不是你就不能被我弯着一下？弯着一下，这个眼顿时就没了。嗯，你如果尖。好像我看可能什么尖了几吧，还是什么怪？哦，尖了单几是吧？还有这招？因为你尖，你不能再被我多过，多过再多个眼。嗯，是的，尖了单几好像黑棋挺难办的，就看起来。你局部来说，你只能要杀我，只能按理说是应该单加的。但是你这被我断了，你也很难受。啊、嗯，这个好像白棋还挺好处理的，看着断找了总好的。嗯。总之呢，这个棋呢，它实战它是长了一个，没有选择这个。嗯、那刚才尖的时候能尖得着吗？它会打在上面吗？那不行，那你这样的棋、哦、打在上面被我度过，活得太轻松了。哦，是这样，嗯，只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棋啊，这个看来这不是要点，嗯，这个地方是要点。如果一路单扳的话，被黑棋弯到了，对，被弯到我再一抱、哦，我觉得这块棋整块都不一定能活在这个局面下。哦，这也学到了，要这棋是要尖的，这个棋形尖完它要立呢就挤一个，而他打这个呢，那我就渡过去，反正底下做个眼就行了。跟曾子有点关系，这个棋、哦、是。但实际上他选择了简明的长一个，嗯，单长，嗯，看看这里局部会下成什么样。好，搬下去接上，嗯，嗯，黑棋之前以前的那个，嗯。等于挂角单关直接点角的这么一个定式，嗯。但总的来说，黑棋从这个上来这个扳开始，还是占了一些。对，是的。有占了一些便宜。对，现在比那个就是跳到这儿的时候，稍微下降了一点，但是比初始胜率，黑棋大概涨了20个点。对，还是占了高了不少。是20个点还是挺多的，也不少。嗯。小飞挂角在这儿、嗯、对，其实这个地方他实战赵成玉也很机敏的补了一个，这地方还被黑棋先直接这样点过来，也是过来挺难受，挺严厉的一手，他要靠那黑棋就顺着扳，对对，说这样、嗯、哦、嗯嗯、其实这个图这白棋很难受，这是且不舒服下的，很局促这个棋形，嗯，这个补在哪儿也不知道、嗯、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局部嗯，白棋很难受的一个点，是的。所以呢，他实战走的时候呢，赵成就很大局的补了一个，嗯，这个补一个还是挺大的，对，他也怕这个点过来，黑棋是的、嗯。然后黑棋在这儿拆了个三，嗯，大飞，嗯，点三三，嗯，这个点三三也是。比较喜欢实地啊，其实这时候这个这边也有一手，这个正其实也是挺大的一手棋、嗯、是的，你不走呢，白棋跳飞过来跳过来、嗯、都是挺大的，嗯，这也是一步大棋，对，实战选择了这个点连着，可能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这边毕竟有这两个子了，现在再点的话，那是觉得反夹吗？还是飞一个、嗯、对，要走双飞燕或者这个，嗯，双飞燕的话它会不会靠完了虎下来的，也有可能有场合的下马的时候、嗯嗯、或者就干脆脱先嘛，就是现在走个大的、嗯、走别的大的，嗯，但点角是比较注重实力的下法，是的，先把角套了、嗯、不管怎么说的角都是一个大的地方，一起搬，嗯，接住，嗯，接这个跳出来，嗯嗯，这个好像这个点三三，现在结论就是觉得，如果白棋往这边加过来被点三三、啊、就比较普通的情况下、嗯，一般都是点三三那一方比较有利，对，就觉得这个角还是很大，再加上头跳出来了，嗯，对这边将来的发展也有影响，嗯。嗯，
可能白棋是觉得这个点赞呢确实一步大棋，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先把这个角给掏了、空先拿住、然后这边的事情一会儿再说。对，但这个配合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对，黑棋搬了一个、然后断打打吃棋掉，啊，然后脱先了，反正这个棋、这黑棋这三个子呢现在变薄了毫无疑问，因为他这儿抢了空了，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但接下来这个局面也挺困惑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还这个还是有个手大棋。是的，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他可能也不愿意，觉得直接走可能自估也不好走。先放在这儿，他就先搁置，反正你也不能把我吃了吧，这一手棋。他先走一个，点一个，挡住。是在硬手。对，然后走着这个。这可能也是一个常用的定型方法吧。再掉一个，在这。让白棋，反正白棋走也不好走，你没走的话呢，被黑棋便宜了。不走的话，他是打算要冲吗？不走的话。我也挺纠结这些。我先碰一碰，我在想，你碰一个扳，我再冲过来。一下可能这好像比较厉害。对，这样子你如果直接冲的话呢，我这个挖过来是不太怕的。对呀、这样的话你再走的话，我就觉得还挺麻烦。这个对，白棋，我再来这样挖，再挖吃，这样感觉就借调子了。是的。你再跑，我再这一吃。对对对，这样刚刚好。反正这里如果说白棋不硬的话，看起来黑棋是会上点招的。对，所以他在这边飞一个，飞了一个，也是尖尖的防这些手段嘛，应该是攻这个。哦，然后赵子你脱先了，好吧，那个顾子浩、是，靠下去了，然后他冲断了，直接这个地方，开战他就做活之前的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刺激，就冲断一下是吧，对，总比被黑棋直接接住好。对，是的，被黑棋接住的话呢这个棋形太完整。对，这样一来的话这地方黑棋的薄味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他走一个得这个棋其实正常的话长出来也是挺有利的一手棋，尝出来是觉得太普通了，不想下这么普通的招。他如果说走这个的话，黑棋会不会头抬高一点？我还是这样走。我说这个高一点好不好？搬的我就靠了。好像未必是个好事儿，觉得。反正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价值不大，跑出来。他不想往那儿跑，他觉得这。他想下这个让你把这个吃了，他这个方向或者说思路跟我们是反的。那顾子豪也就是吃了，他觉得也可以满意。这棋黑棋控还很扎实啊。对，但就是这个棋白棋就看怎么攻这一块，怎么这个地方，怎么攻这两个，这些就是黑棋貌似很薄的几个子啊。没错，这个这看起来胜率是很接近的，双方虽然说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大体来说就是接近四五十的样子都是。白棋跑来扳了一下，白棋下的很有意思，他就看着跟引针有关系，还是觉得这扳着一下便宜了，他就肯定觉得扳着一下便宜了呗。是这意思，他可能觉得你如果反击的话，这我多一些打了利用，可能不便宜，你可能正常也就是体谅吧。你反他觉得对顾子豪的了解是他这种地方很多时候他都是不忍的。但是他现在不忍好像也没什么招。因为你不忍你藏的话是不是这种什么他现在真自由你这样搬一个，你这个好像我下一手要你，因为你挡住的话我也可能要接出来了。应该是这意思吧，对，你如果反击的话因为这接出来我就马上顶了一打，你只能加嘛，现在真子有力。你争不掉我的话是这样这个就立马就出棋了。对，大家可以看到顶一个这黑棋挡不住了已经。所以呢顾子豪呢他也觉得反击不了这个地方局部。所以他就提掉，其实也确实没看出来这扳
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我们平时想想，就这种招，就觉得人家走一个没什么问题的，但我觉得谷子豪他会很不甘心。各有利弊吧，这班长，因为你下面本来气还是紧的嘛，是的，是的，不一定便宜，这个不未必，还是看接下来招法吧。而且跳了一个，这个还是挺堂堂正正的啊，招法也没什么可以指摘的，觉得。然后黑棋拖底下，拖呢，他应该就是说，你如果搬的话，他要给你断在这个地方啊，他是进行摊挪了，应该是这样的。进行腾挪，将来这还有冲过来，这地方味道很怪。就这几个字，这确实被断还是挺难对付的。所以呢，他实在呢，这个赵晨宇他选择了味道好一点的。其实黑棋这三个字，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那要他自己走的话，白棋这边也很厚，对，那上面这也是头。这都有子等着他呢，反正感觉这一块还有这一块总得死一块吧，是白棋总得要腾出一个大空来。这个如果说这空都围上的话，就还是有点大。像这种地方就 AI 就特别强，他那个智估就是手段还是很厉害。眼花缭乱看那个。爬一个。这应该是就是说拖完以后谷子豪就是准备好了一个手段。我觉得这个棋我看这个棋好像说是要拐下来呀，是白棋要拐下去，对，这不能粘啊，这被人家冲过来了，冲过来他觉得关系不大，你就冲一个是吧，他想拖一个什么的，拖这个，对，这都死了，是这意思吗？也没有，他就觉得你这两边可能要死一块吧。你看情况，你是想死这儿还是想死这儿的问题因为他实战他觉得这样被黑棋爬一个，白棋搬哪边是一个很困惑的。实战的下巴好像在这地方黑棋是便宜了。好像这个爬到又在爬到，对，因为你搬哪边它就断哪边。是的。现在白棋是搬了这边，那这边的眼位就出来了。对。很明显，你如果搬这个的，刚才黄老师说了，那他肯定断。你搬这个我就断那个哈。你要是搬下来，我就把脚活了，对，他把那边活了，脚也很大呀，确实。然后你搬这边，我就吃，这跟那个断哪个吃哪个，这一个意思好像。断哪边我就吃哪边。谷子豪显然这个拖了爬。这个地方就是在这种局部，他也是很厉害的。实战。漏一个。这手棋好像可能是不一定有这边大，这个很厚的，这个另一个特别大。另一个呢，你现在没什么大的吧，你可能要来攻，然后我就尝一尝，攻一攻，然后再将来在这边削。因为这手棋呢被白棋唬过来呢是绝仙，而且这个木啊本身差了好多木。而且你黑棋这双方的厚薄。这步棋很大，确实。这手棋呢确实一眼就看是一个巨大的棋。也很大。但是可能没有这个，这个就是人类有时候大小的时候。就分不清。AI 可能更厚一点，注重这些。这双方的厚薄跟死活都有关系。将来的这些。这个就是跟木有关系。对，这就大小。厚薄关系不大，反正是。这个确实也是一手巨大的棋啊。太巨大了那步棋。很想抢，但是呢好像不如这边大。这个被人家唬了。这是个棋所。这种地方赵晨宇肯定不会放过。搞出来。这就很苦了，等于将来有可能这个口子就被白棋自然而然就封住了。是的。尝一个然后断打，这现在第二只眼看不着啊，在哪儿。对，那就要往外，自己往外这样。对，拐一个。这白棋都是很愿意的，很舒服。贴。贴。白棋搬吧。搬这个。搬。然后连搬。又给它摁住了，这个感觉是。它也就是这种棋形嘛，它就希望连搬。一般来说这样连扳一点很厉害了。
这个黑棋有点痛，就是被点的这所以黑棋一般尽量不要走成这样的长，被这样点方的棋。对，是我的。看有方还是必点，我看 AI 这现在就这种棋形，我们说的以前这个要点方是吧？点方还是确实是真的是大部分很的时候关都键。是要点的。实战呢，实战他先断了一对，实下，战它这地方确很实，精巧下的，断你现在只能拐吃，你不能劫被我吃掉，然后再打这个次对，序打下的吃哈，接上，因为你直接打吃的话，这两个就断不着了。我们看这个次序，将来那个断就我不管走什么，我都不可能在这侯打了，对这对，就是次序的妙味。他是打了这个。对，因为他打了可以虎在这。这个棋形比刚才被点方就好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定型还是定得很好的，胡子好。我在想白棋他不敢，啊，你说这时候，这有点，也是不是有点，这不敢，这，火气有点重。关键我这一打完，打气一接，已经基本上活了黑棋。对，我这好像不管走哪个，对啊，我最高只能提掉才有可那能，你这而好像且不太好杀，这看起来。这个，我首先这个地方至少是个打劫火吧，对吧？我哦，弯在这，这还有打劫的问对，题，弯对，了，然我后最简单的这打好了，打啊，所以他刚才断这个很有必要。除非你在打的时候你冲进来一下，我这个也有可能。我没这么好身体，但是这样的话，关键你这块棋很危险，你这被我提了以后，而且这个被靠出来是怎么对对，状这况，应你也该不搞不敢，清。这个太这将来靠出来，我这再好将来像攻一难攻你，度太大了，这个不敢，这杀人的棋还是不容易，这不能随便动手啊。加一个，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能抢到先手，把这个再连回来，那黑棋还是，其实白棋可能还是不一定便宜这个连扳，也许还不如单长一个。单长黑棋肯定得走吧？这敢不走了吗？好像，也得走，我觉得，不走，就点过来，你这不像能活的样子。地方随便靠两下，好像感觉这黑棋有点危险，看着不敢脱线。实战这样的话，是这样这地方，打掉，打的这个形状不太好，然后再打。好像短短几手棋，这样黑棋已经是，哎，这个胜率挺神奇的。升到90了，这几对。下，我给大家把这个就是他们下的这个先摆上，他是加了一个，就看起来都挺普通，但是他这个先冲了一下，啊吃，接上，他这样黑棋胜率已经90.9了，差不多91的样子。是不是这个地方定型，可能差一点就差很多。没错。这地方他能脱先了吗？现在我这觉得可以脱先嘛，怕你不怎么怕人家套怕上我就来？搬呢？搬一个是吧？哎呀，我这你要不是，贴，我是不是会贴过来？那我得先压掉。我贴掉。然后再，不，关键你是什么时候压？现在压你跟你不搬一现样。在可能不见得压得着了。压不着，然后冲完了你就接回去是对对，吧？那如果压不着，那肯定是活的。我觉得他应该要脱先了吧，实在，看看他是怎么下的。他打了一个，好打，他保证那边有个打劫杀，至少先。这，他打完以后就接了这个。对，然后小尖，这个小尖非常巨大，这步棋那边的空彻底都捞掉了。对，现在就是白棋这个地方落了一后手的话，现在这被黑棋尖过来，这个实控现在有些落后了，白棋。是的，那白棋得想点招啊，那怎么办他呢？还是这样的，顶一个。这个，黑棋先给他摆出一个打劫的造型来。啊？哦，这手棋。直接啊！是什么意思？正常肯定是要提嘛，这不用。对你既呀、然攻着攻，我们人类正常思路。提一个，比如说这样。
那先把这个打劫的造型给他搬出来。他不是吧？他就是觉得他搬一个，应该搬一个，你很难受吧？那搬那个照这个道理来说，他压你现在应该能压着了，因为我刚才这两个损了嘛。哦，我现在取掉，那可能再像你这样再做个打劫呗，像嗯。关键是这个棋啊，你打着打着，你要杀的时候，他打劫的时候，他这一打你还挺难受，他这还也许当做一个劫材了。哇！你要杀他的话，你要杀这个被他一打，你很难受这个棋。反正我得接一个，要不然对啊，那你被他又便宜又那个什么了，对吧？又当劫材了，很痛苦的被打。挺讨厌这件事。但是他实战的赵春英，我这么觉得。这有点乱了，怎么跑？我看他这个地方，他能跑出去吗？这是什么意思？没下呢，这儿都拖一个。嗯，够神奇的。他现在来看呢，就准备了。他觉得直接攻可能不好攻。他如果说下成这样，他再他是这个。搬这个，他喜欢这样断嘛？那就断在外面，这样好多了。嗯，对，这样的话你打他全走着了呀。对，嗯，如果能打在这儿，那基本上那就是。对，那我再提就变成真的是打劫那就是打劫了。嗯，而且被白棋提到这儿的话，这儿这个子也废了，所以基本上黑棋这个图应该不能接受。他现在是准备收控了，他是接住了，搬起来，搬起来，我不去打。这样的话他显然就放弃了这个杀这个攻这个，他也没想杀，他估计他就这样收控。杀人家毕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吃棋做这个双一个啊，我感觉这个棋从进程来看好像白棋感觉形势不太乐观了。是啊，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搬，因为这些棋都感觉上很就是说很勉强的那种下法。对啊，这些中间这么撑着下的。然后黑棋小尖不给借用，然后白棋又打了他一下，想把他打回去，冲吃提掉棋，这感觉都意义没有太大的用处。黑棋打完以后然后跳过来。那他在干嘛呢？对，白棋也没有走着太多的占到什么便宜。打吃，感觉有点乱了。我的感觉就是从这看起。踢掉。长一个。没觉得白棋走着什么，说真的。对，这样的话感觉上白棋有点控不太足的感觉。我也觉得好像是。他可能是这个地方定型被黑棋抢到这以后，他可能心情有一点那个有点波动了。我觉得是这样。这位棋人家就是下得很凶狠的那种拼控的，把兵权全给你占了。你反正你要不就把我吃了，就是要吃人家不容易。所以呢白棋呢当时呢攻的时候尝一个，如果能征到先手再抢到这个尖。或者是这边怎么定型，那样白棋应该还能收控。不知道他长一个他会不会也很拼的，他就那样好像好多了。我这样直接点过来的话，可选的招法至少多一些，而且这个也没断着，这个不一定走得着。对，没断着。你走这个，人家可以先冲你一下。对，这个好像是不一定。对，断着这一下，这多个顶还是差不多。对。现在白棋虎了一个这儿。起跳。进入关子了，突然就和平了。但是作为黑棋来说什么都走着了呀。所以这个挡住。白棋起一个。
哦，他接了一个。这个是什么？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他如果我们正常的话来说，我们就不管什么补一个吧。补一个吧，补在哪？随便补一个吧。那走一个吧，反正。是不是这个地方他没有活干净啊？这个地方只能说他是不是觉得被点？一路班他是不是有点挡不住我？搬这个是吧？对，搬这个是什么呀？搬我搬这个。那我就打吃，然后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火可能问题不大了。也有点担心是吧？他可能觉得，要不我补在哪？补在，因为我补在这的话，真是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刚才说打吃。哦，我就搬这个，我先打吃一下就好。但是冲你不见得冲得着，首先。对。你局部。我冲不着，那你就不冲了呗。你接住我能活吗？局部，局部。好像也活不了是吧？我没看出来怎么活，怎么活呀？就力，哎，力我就断这个是吧？对啊，力就断了。好像活不了，活不了，活不了吗？对，你走这个，我也是断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好，好活是吧？好像是容易出问题，这里面。活单搬你活，那他是不是觉得这地方不好补啊？要不补这个呢？反正他实在是接了一个，他这补的好结实，这补的够扎实的，他把这有点像胜利宣言，我觉得。因为本身这个地方接很大，接完他这个搬砖先生，是的，本身这个相比白起搬这个墓也很大，也有七八墓，挺大的，白起搬一个，大吃，谢谢。断，进入官子。挖的是，一次。交一个子。是行。我去抄，然后回去搬砖。搬砖应该，白起不会硬了吧？这里面就是打吃是个。五木棋先生，是打吃最好吗？还是因为你点我就煎一个，你好像不便宜。对，应该就打吃，将来。那样就是后手。那总是打吃，就打吃把这颗子先手拔掉就完了。就是说，他这手棋，顾子豪觉得被白起搬砖这手棋很大。确实很大，搬砖这个还要打，你还没活干净。该没有。但是白起现在。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收的吗？我觉得都已经差不多了，好像。哦，他飞了一个，这样。不然被黑棋飞过来了。然后，他是走了什么？尖一下。哦，小尖。这个。冲。挡住。这个地方还是差着一手棋啊。对，是的，这黑棋得补吧。他补在了这个地方，补的也挺神奇的。我想想，我把它提了不就完了？对呀、啊，他为什么补在这个地方？是觉得好奇怪的。是这个没有看明白，为什么要补在这？不太懂。这非要补的要那什么一点？这个、还是觉得看着底下有些什么问题吗？比如说像这种招。是啊，但是你本来跟这有关系嘛，就看不太懂这个地方，一下看不懂，反正是。反正要我肯定把这个提了。对，正常是提了。眼面前的就是补活嘛，两个眼看得很清楚。看一下什么的，走这个，然后白棋下的这个。虎。搬住。我还是想把中央的空给上啊，搬这个，搬起弯一点。这棋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距那么大。对，可能也就是黑棋也就是好一点。那天就是小官子，有一次是小官子。
可能也就好个半亩，然后90多了，剩余，最后就差半亩。但那期就是铁输半亩，对，可能这期也就是个半亩胜负。那一个单边节他打不赢，对，说不定现在也是半亩胜负。我们现在，但是也有可能他这个可能亏了，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还不如提了呢，是吧？这个然后压。他是先去哪儿走了一下是什么？顶了一个交换一下，顶这个。这棋原来是用顶的是吧？因为是这样的，你将来。你如果黑棋如果能先搬着的话，那你将来就顶不着了。顶我可以接这个。对，你别说顶一个还是一步好棋。对。顶你现在你只能接回去。如果拐的话就可以了，拐正好被人家避住了。对啊，因为你就黑棋呢怎么没走掉呢？黑棋走掉的话你就不能顶了，你就只能断了，将来走被我吃掉一下。这样的话呢，你顶着呢，将来呢有可能能直接避在这。对，是的。顶一个应该是一步好棋。看起来。赵晨宇后半盘还是挺不错的。爬回来。就然后顶住。虎。白棋虎住。我们这个定型非常正常的。打掉了，把这个。打掉，打吃。接上。跳刺一下，跳刺因为你没法反击，就不能成断，这有挤，是的。下了什么反针？但是先手接上。但还是冲了定型，黑棋就挤。第一个白棋接，接在这儿。打掉。然后去打。打一个白棋先断打了一下，没有马上接。对，就是这样，断打完再接回来。对，还是得接回来，然后黑棋把这个拐了，拐了一个。我们看好像现在也挺接近的，胜率来说，就其他的后面其实就差这一两目的事儿，什么地方可能损个一目，然后这个胜率立马就接近了两目，然后发现反转了，这是很经常的事情。看胜率的反转，我都已经不吃惊了，这就不觉得意外了这件事。提了一下，反正就比较蹊跷的黑棋，就为什么拱在这儿？为什么是走在这儿的呢？就。觉得好意外呀、对，我还没注意，刚看是不是胜率降了，对不起。我倒回去看一下，看看这地方是不是。可能是降了一点。降了一点，倒是降的不多，但是。降了十个点左右。是的。上面那一点好像亏了。这边是吧？点过来。关子也很难，感觉很精细的地方都是提掉，然后黑棋应该团一个吧。做眼白棋弯。反正这是先手吗？这应该是先手。打了打了家应该有。没注意。然后黑棋白棋把这个关住了，这现在最大，要不然被尖进来很大呀。反正看这个胜率来说，这个弯好像是一个败招的事啊，一下黑棋就能快90了。可能这他觉得这手棋不大而已。那这个不大的话应该走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他是不是这个大，我不知道下一手黑棋走到哪。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觉得很神奇，这棋子可能就差这么一点儿。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大是吧？这里大是吧？有可能把这扳住大，可能这个地方不见得大。这有几目啊？一二三四五。你被黑棋跳的话，相差了六目，这个地方六七目呢。你可能这个还有一目棋白棋。不是这个跳的话，是不是有先手味道？这个一断是怎么回事？还真是有点鲜味儿，好像对，看起来
如果待会要逼他这个连回去的话，那就但是他这个是先手败棋，对，是的，先手可能不至于，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对，但是你走这个的时候我就先断一下，然后把这个提了，先把这个这步扣掉、而且他后来这样的话已经跟着这已经变成后手了，可以去打着这一小实战。哦，你这个他这跳有可能是先手，对，我这棋打这是个连环节，你看实战就知道，实战反正这个一下就加了很多，就差这一点，是你这个已经变成后手了，是的，然后他一跳了，这应该你如果没有这个先手被我断完一段，我一加啊、加你可以接，但即便你断你也受不了呀，你得靠这样活，你先唬他一下，就断的时候他就只能接在这儿是吧，断的时候他是走哪儿的，断啊，断不好下，断，因为你接在这被我一断，你就起码死了嘛。你只能团这个的话呢，被我一虎，这木被抠掉好多了。不是木，你现在活不了了。你接住我，是不是挖过来了？那已经成打劫，那只能这个呀。那我就断了呀。你这边下面插半只眼，你本来打了接住，对，这扑了是这是个打劫眼。对，所以这个跳变成跳变成先手，跳是先手。所以他这个棋可能还不如尖一个，我怀疑。这个拱在这，原来是插了一个这个后手，我怀疑。我想这个挡住好像木也挺大，如果说你不走的话，被人家尖进去也是不小啊。是不是有可能应该尖住，然后这边插一个先后手？对对，插不少。实战被一跳，顿时有胜率。对，好像他断了一下。一起打吃，白起打起掉，下成这样。好，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山上，对，那还是很大这手棋。是的。啊，这个又被黑棋走到了。打吃长，接住。可能呢，刚才呢，我如果尖一个，你这跳一个呢，我这个接先生，我能把这个抢到。所以那棋还很细哦，那现在差一个棋，对，谁这又被先手跳到，这又被打进来，那差好多呢，这不是差一下一下就输了这个地方。白棋挡了一个，这看着眼啊，不做眼不行啊。黑棋接住了，接住，黑棋停了，这个提了，也很大，搬这个，关键是冲还是先手，哇、天、这个被抠的人是家都不认得了，快让虎一个，一起拐冲，这木全抠掉了，不行了吧？我觉得，然后接上，然后再把这一打，对，击打，还是弯了一下。可能这个时候定型弯了，大家就对这个胜负都心知肚明了。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没有出入了，这个出入也，应该有差距了。跟胜负，现在基本上跟胜负对关系不大了。是的，这个时候好像显示胜率已经是黑棋是 99.9% 了，那就很难逆转，这好像翻不过来了。那可能跟刚才就差那一下，对，就差这一点。他可能就是应该尖一个。嗯，你跳呢？我好像这个是先手吧？你得做，是的，你不管你打在这还是你可能打在这还不行，你还只能提。你不管走哪吧，我再把这个逼住。那确实是差不少。确实，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执黑的顾子豪是中盘胜了，赵晨宇。应该这盘棋总的来说可能还是顾子豪一直是在局面还是领先的时候多，反正是多最多也就是比较接近，应该说前面应该可能是这黑棋对黑棋。后来呢，有好多机会也都很接近，反正是没错，但一直没有作为白棋来说一直没有明显好过。黑棋在这边抢到这个的时候已经是明显好了。对，这黑棋还是拼得挺凶的，他就把空全给抢了。那个棋你杀不掉你就不行了。另外一盘，我们第一盘不知道是胜负如何，可能是我现在看不到，不知道。对，反正这个觉得杨鼎新好。是的。就顾子豪还在下，还在下，还没下完呢。现在胜率还是陀嘉熙高一点。
观者也是半目生负看起来。哦，这都是很接近，是黑棋是70%多的胜率。还没结束啊，对，反正这盘棋是顾泽豪延续了他良好的状态。是的，好，那应该说恭喜顾泽豪吧，杀入了8强，至少是。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谢谢大家的收看。